有一位母亲，平时对孩子教育很严格。有一次她感冒了，嗓子很疼，不能说话。儿子不知道妈妈不能说话。回到家，一见到母亲就开始说个不停。说老师今天批评他。说来说去都是老师不对，自己完全正确。妈妈听了孩子的话，也明白了事情的经过，认为是儿子不对。这时他很想批评儿子，但因为嗓子很疼，说不出话来，所以他只是睁大眼睛看着儿子。儿子说了很久，终于说完了，然后又说了一句，妈妈，谢谢您。他听了很意外，不知道儿子为什么这么说。儿子又加了一句，谢谢您。今天听我说了那么多，没批评我。第二天，儿子回来对妈妈说，妈妈，昨天您虽然什么也没说，但是我已经明白了，是我错了。我已经向老师道歉了。有一位母亲，平时对孩子教育很严格。喂。母亲平时教育严格。有一次他感冒了，嗓子很疼，不能说话。感冒嗓子疼。儿子不知道妈妈不能说话。回到家，一见到母亲就开始说个不停。母亲停。说老师今天批评他。批评。说来说去都是老师不对，自己完全正确。自己完全正确。妈妈听了孩子的话，也明白了事情的经过，认为是儿子不对。明白。经过。认为。这时他很想批评儿子。批评。但因为嗓子很疼，说不出话来。嗓子疼，所以他只是睁大眼睛看着儿子。知止，争。儿子说了很久，终于说完了。久，终于。然后又说了一句，妈妈，谢谢您。然后又。他听了很意外，不知道儿子为什么这么说。意外。儿子又加了一句，谢谢您。又。今天听我说了那么多，没批评我。
批评。第二天，儿子回来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昨天您虽然什么也没说，但是我已经明白了，是我错了。明白。我已经向老师道歉了。向。道歉。母亲。平时。教育。严格。停。